如此想来，距离上一次登台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，真是奇妙。舞曲中的每一个动作我仍旧清晰记得，飞琼逐月，白景升霞。还是九叔练习了，果然得实战演练一遍才行。几位生客来的正是时候，那么请赏月这支舞，寒英献丑了。别担心，只是基础舞步的练习我会领着您的。柔韧灵活是我作为舞者的优势，三消积累核心点数，此时进行闪避将引导我跳出特定舞步，并强化下一次行动。在此状态下，我将展现不同的舞姿，吸引敌人或迅步突进。请您根据演出情况及时应变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一心动，妙步生青莲。若在强化后施展必杀，这清晨一舞定将为你驱散战场上所有的阴霾。舞变之后的余音就留到下次登场吧。